神仙与归天要怪谁？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，就让它沙滩里戏水。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，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。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，但又感到没趣。不要紧，山野都有雾灯，顽童亦学乖，不敢太勇敢。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？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？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？从何时羽色蝴蝶困于那桃源，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？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，无人理睬如何求生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，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，然后同沐浴温泉，为何在雨伞外独行？